那是爱着一个人，我比谁拢较勇敢。无论风吹也好冷，为着爱情我拢甘愿。看人牵手要过冬，阮是行到上尾站，用心写两字思念，到底想过。孙建廷去地检署讲要自首，换孙浩明出来。啊，敢那“一字是啥物意思？敢讲你早就知影？一石二鸟。一石二鸟是啥物意思？敢会是孙浩明去自首，安尼伊就是犯着违禁罪，啊，然后孙建廷就是杀人罪，因两个爸仔囝拢会互抓去关。哼 ，Boss， 你真正有够英明的啦！孙家因两个爸仔囝若是处理掉，安尼就敢若剩罗高雄一个。一定随时会予你 KO 的，是讲我敢会用的，请问你，郭家家的案件敢有新的发展？随时 stand by。哎，我 stand by 是甚物意思？吼，我这个 boss 吼，真正有够歹开讲的，大家讲话拢安尼短短啊，我家己用。讲郭佳佳，你在生的时阵吼，就少麻烦的，啊死了后吼，佫补一出这大出着，明仔是乱世佳人，唔对，是乱世佳佳。到孙浩明为着要打罪，用这尼的时间佮精神去制造假话，无唔对，所以请你赶紧把我爸放出来。我这是凶手，我这应该让人关入去。郑姐，既然即摆证据遮尔确定，那呢，请紧走去侦查厅，让孙浩明佮佮过程讲清楚，还对社会大众也是一个交代。好。我马上去请清召开侦查庭。哥，咱兄弟啊，一定会做伙渡过这个难关。全家伙啊，莫徛你这边，陪你面对。要带阮去病院看叶俊英，安奈带阮来遮。最近出来店不是这尔平静。
我来这拜拜，求一下平安。顺顺在夜村，求一下平安。 会在家困觉，会当保庇我一下家子孙，安尼你一切平安顺利，大家拢身体健康。啊，真正想什么代志哦？我求你保庇，会当安尼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想唔到，也最近即摆想着你，我想想住第一遍，在做求你会当保庇伊平安。 才是你的福源，阿爷你哦，要求这平安符，予伊人福星。小姑娘，你若是安尼平安出院了后，得做过来遮平安，啊感谢你的稳定。 小姑娘，请你大福慈悲，保庇方世尧在美国东北州的手术。 会当平安顺利，会当回重建光明，早日返来台湾，甲我团圆，我恳求你。跳跃啦！我要去啊，就只我的姻缘。哎，等。 这一切拢是缘分，只有你说，天既然予你两摆重生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但是我嘛拄仔提醒你，逆转光阴，这是违反天意，所以未来你会遇到的困难，嘛一定是加倍。这点，你都要小心为是。而且，伊的手的空碎，拄拄啊落在。 你前世感情点，这就表示讲，你今生一定会搁再续未了情的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找到英俊，讲我是俊英。 所以，今世轮回了，你就变作罪人啊！时机还未到，天机不可留。我再次提醒你，
情深缘浅，所以你的未来一定是更加困难重重。你要小心，再小心，千万要保重。阿嬤嘞？阿嬤，阿嬤。先生，阿嬤，不是给你找你，那只公公在遐创啥？不是啦，啊，都有一个算命先生坐在遐跟我讲话，啊，恁叫我，我一回头，啊，伊人就无去啊。无去啊？阿嬤，即卖是七月时啊呢。敢袂去拄到？许啥啦？嘿啦，拄到嘿啦，拢是来找你啊，抓到体啦。拜托你，莫找我，你找伊啦，我还袂结婚，还袂生囝，拜托。阿妈，你莫猜忌啊！阿叔讲，阿妈，拄仔算命先生甲你讲啥哈？伊就甲我讲叫我。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迄平安符我已经求着啊，时间嘛无早，咱赶紧提早转去病院做营养。好啊，好啊，行啦。一定昨暝拢无睏在甲我照顾，我实在太不应该啊！哪会当安尼，让妈安尼这么辛苦？哎呦，你起来创啥啦？倒好啦。妈，是的啦，拢是因为我，啊你昨暝拢无睏，我即马醒起来，你紧等下好好休睏啊。哎呦，讲紧啊！妈妈知你有效无？我袂忝啦，吼。你出去放心，多休困，莫有白想哦，哈。啊，即摆感觉呐，身体安怎无？有啦，我有较好啊。啊，对啦，玫瑰咧，哎，敢有要紧？玫瑰哦，阿姨哥，阿姨娘来啊啦，你家己开门啦，哈。啊，这两位是？哦，这两位是我的朋友啦。啊，唔对哦。我叫钟伟哲，伊叫潘朝兴。阿公你好，阿大拢叫我调的啦。好，你好。阿是讲你甲阮俊英敢有识识哦？算讲有识识啦，见过一两届面嘛吼。啊，既然是玫瑰的朋友，啊，就是阮的朋友啊。啊，听讲发生意外哦，阮就带玫瑰过来给看。啊，俊英，有看到无？有啦，我无代志啊，多谢恁专工来给我看。啊，免遮客气啦，就是讲哦，玫瑰要来看你进前哦，迄头早搁专工去庙咧，替你祈福求平安呢。哎，是啦，我玫瑰吼做有心的咧，替你求个平安符要给你啦，嘿。早起第一庙会拄到迄位老算命先生，伊到底有啥物天机袂当识到？早起第一庙会拄到迄位老算命先生，伊到底有啥物天机袂当识到？玫瑰，玫瑰，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我咧讲话你拢无去听，啊，是咧想啥？人咧想啥？佮有啥物期待啊？玫瑰啊，啊，你替尊求的平安符，我紧摕出来替挂起。哦。最近是安尼啦，我想讲即摆是旧历七月时啊，甲伊求一个平安符，啊，祝你平安，一切顺利，啊，甲伊挂起来。玫瑰，多谢你。
等啊。好。阿母，今早顿哦，手表就好食，就有名。你食看卖。多谢你嘞。志英，来食小饼。你无介意食小饼哦？还是我出去买别项的？不是啦，我袂晓。只是我看今日天气袂歹，我想要出去行行的，怕遮日头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好啊，我先来送你出去行行。阿母，我先来带春英出去行行。好啊，你去行行，免管我啦。刁的，你帮我塞一条轮椅来。好。我来找皮皮们看卖，四幺弟的美国经营安怎？你买起就去啊，啰里啰嗦呢。来，大婶，大婶，可以。来，这一要哈，搞到来哈，来。好，请真多啊。好，请好哈。好，好，请好，请好，来。阿妈，啊，阮先来走，无叫了，哈。啊啊，用得来厝内坐啦。好，无啦，去行啦。阿母，无我带阵去外口行行。好啊，恁去啊。哪有人跟你同款啊？当然伊阁安尼吹笑目睭。我欢喜，是因为有你陪我。玫瑰，多谢你。玫瑰，你真正足用心的。你给我这个平安符，我会好好珍惜，一直载在我的身躯边。啊对啦，等我出院了后。你敢有当陪我去这间庙拜拜啊？当然嘛好。玫瑰，最近头前风景袂歹，我先去头前看卖。好啊，行。我看阮俊英哦，敢真哦喜欢这玫瑰呢。啊，这个玫瑰嘛对阮俊英真有意思。我着爱赶紧哦，甲恁两个撒做堆，安尼哦，我们才会当较早抱孙。即个飞跃龙门的建案，那是照咱进前的规划，早就应该先完成哦冠军的部分啦，调配比例应该拢跟进前同款啦哈。嗯，有啦，我有定调的。你有定调真好啊，这部分绝对袂当出任何的差错。这个建案哦，是咱龙门营造第一届为设计到承包，咱家己完成案件。虽然讲伊的规模唔是讲真大，啊，不过若是当完成，对咱龙门营造的名声一定有真大的影响。我知影。好啊，展宏，你莫这么严肃，支持伊袂乌白来，这点我真相信。接下来，帮忙的部分当时要完成。代志好啊，有关单位来工地抽查，讲咱扣人检举，咱的灌浆工程有问题。验出咱的灌浆内底有盐水，啊奇怪呢，咱也无用海山，哪有盐水啊？那安尼，一定是有人挑拣设计合咱的。那会安尼？我明明都无参与嘛。敢讲是阿你做诶？真有可能啊！只是你咧工地遐时阵，现场诶状况，还佫有遐工人，敢毋是要奇怪行为？
是老板底无应该犯这种错误啊！而且，哎，子琪，我跟你讲话呢，你是安怎？你想啥？无啦，我是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嘛错一个啊！啊，同款的工班，应该是无可能做出这款这么离谱的代志啊！这消息若传出去，闽南预售屋的消费者一定开始要怀疑咱，也绝对去影响到咱农民营造的名声，甚至去影响到迄东区医疗中心迄病院。林哥，我要赶紧做危机处理才呢。我即马过去现场了解一下状况。四哥，对不来，行。一定要查出到底是谁陷害咱的，袂当白白去冤枉。今麦厝内底无人，我摕一寡我最近替宝宝买的新衫，啊，搁有婴儿用品，互你看好无？足够水呢。阿丽，你是不是违背我的意思，做你无应该做的代志？你是咧讲啥？我哪听无？敢不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莫搁假啊！敢讲你拢无看新闻？龙门营造迄 B 六合一住宅已经出代志啊！老实讲，你是不是有掺盐在阿门头内底？对啦，是我做的啦。我知影，你为着兄弟的道义，你无法度下手。你无想要做歹人，我就来做。你无要为我甲宝宝设想，我会啊。黄英丽，咱会使想其他的办法。你是安怎就一定要对工地下手啊？今仔日咱也是无安尼做，罗高尚会安怎？敢讲伊袂把政府交出去，互我去掠去关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无想要去让我的宝宝伫笼仔内出事。我要我的宝宝伫一个正常的环境大汉，安尼敢袂用的？好啦，我知影你拢是为了宝宝啦，也毋过你哪会使这么自私啊？你敢知影？这个代志唔但影响到龙门营造的名声，害公司才无 case。上重要的是，你若是去用查出来是你做的，我是要怎面对我的兄弟？为你即马建了遐尔啊多，迄边无法度去，搁找别个所在去就好啊。而且这件代志只有咱两个知影，你莫去甲恁兄弟讲，嘛袂去用发现啊。上好代志这么简单啦，若是罗高尚一直提这个代志来威胁我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唔管啦，规日盐拢已经交落去啊，嘛无可能收回来啊，死狗才好讲。你，你啊，啊，恁两个是在玩啥？我头拄仔在外口听到恁外口足大声的呢。啊，就是，是，就阿丽啦，大概煮菜啊，拢掺足侪盐的。我早就甲讲过啊，莫食遮咸，对身体无好。我想要外口行行的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嗯。小英，这相片要叫编号经理，安尼编号时阵才袂乱去。好。学长，你办代志的态度真正足认真嘞，案件都要结束啊，你也是才认真，每一条线索拢无愿意放弃，最后你才会发现影片内底的破绽，找到真相。我就是尽我责任尔啦，不过建庭哦，你能勇敢面对，肯出面自首，这是难得的忏悔。万一建庭不愿意自首？学长，你不要乱走。
咱尊重，顺家人选择。我尽忠交予因，由因决定啦。不过小姨，我就是这种感觉，不论鉴定最后认罪，所以我才有信心来决定交予伊。上八点，请准时收看新闻频道。伊阁是迄个神秘人，迄个玫瑰花。是安怎还叫你看新闻啊？八点。学长，剩半点钟啊。等公结案，阁有新的进果。瑞峰，哎，建志，哎，侦查庭要开始啊，你的表情哪会怪怪？啊，无代志啦，你等你去啊。啊，阿姨，歹势啦，你唔是伫只认真，所以你袂等你去。嗯，那安尼，我伫外口等你啦。小姨，那莫安尼啦，你今仔日无锁入去，等只陪阿姨。嗯，公司包我。建志，行。瑞峰，我不是已经讲过了，我已经无需要律师啊，人都是我杀的，无需要浪费时间去做什么调查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开什么侦查庭？孙阿明，不是讲你想要认罪就会当认罪，证据到倒位，我就放到倒位。现在有新的证据，我要重新开庭，所以是无法度逃避的。这相片。是你重建郭家家名的，你承认是你做的，你想要混淆真相的。我听不到你讲啥，你讲了伤过离谱。爸，即摆证据拢有啊，你唔信你嘛袂用的。郑姐，你唔免阁问阮爸一款无必要的问题。即摆我就当甲你讲，迄天发生的代志。刚，确实是我开车弄郭佳佳，伊的死亡是因为我开车弄伊，才害伊的后脑去插到铁钉啊。因为我开车弄郭佳佳的过程，互人看甲清清楚楚，恐怕伊无法度替我安排，才重新布置一个同款的现场。然后，郭佳佳后脑插到钉仔的部分，伊就设计是伊做的，互人认定伊才是凶手。代志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不是真相，真相就是我才是凶手，我有郭姐姐，我才让伊死在我面头前，我才是凶手。爸，你莫阁讲白话好无？安尼你嘛有罪，你赶紧坦白啦，这当减轻你做伪证的刑责。你这不好听，你到底是在讲啥？人就是我杀死，无什么伪证无伪证。爸，证据拢已经脱离个干净，你硬是歪心人也无路用啊！即摆恁两兄弟是安怎？哈？恁还惊我的话？我甲恁讲这么多，结果恁都无听进去啊！郑贤，我今仔是我大事，你别听我的好笑，我别讲。孙浩明，你即摆在欺骗阮建鹏。你安尼做对咱哥仔并无任何的帮助，而且你阁会加歹一条罪哦。到时你甲孙建廷叫判刑的时阵，法官嘛会认为你两个毫无悔意，玩弄司法，阁加重你的罪行，你真正要安尼做？主席，你话如果司法面头前，唔是想要打罪，就用打罪。事实上，我早就约掉。法官最后判决会对你真不利，因为你三番两次想要做伪证，安尼进出减刑根本是不可能。爸，代志到这，
你就莫阁想要替我担罪啊！我已经大汉啦，你阁想要保护我，保护到啥物时阵？你就给我好好去承担家己的责任，好不好？ 已经八点五分啊，迄神秘的已经宣告，八点会有新闻，唔知影是啥物新闻。学长，拄仔收到一份光碟，今暝要交予新办孙浩明杀人命案的检察官，不过我看这应该就是拄仔新闻伊咧报的光碟，即马已经拢上头条啊。 我这家真正无信嘞！所以阮爸甲阮哥根本就无杀死郭佳佳。大姐，有人来啊！夜了。 后来才出现迄个，这是台视郭佳佳的凶手。看清楚啊！郭佳佳有车撞到时阵，虽然受伤，不过未死。迄凶手应该就是迄个郭佳佳杀过的人。 而且迄个人出出来这么重，看起来完全无想要同情郭佳佳，根本无想要救伊。所以凶手是孙浩明，嘛是孙建廷，替伊完全无共款啊。林广，迄人刀口有刺青嘞，是心电图特征。 是无通接呢？奇怪，志云哪里向我消息去啊？我会记得最后一届志云是讲伊要去找罗永凯，啊，尾啊人就无看，敢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伊毋是已经分手啊？是安搁要去找伊啊？还是罗永凯伊无愿意放手？有这个可能哦。我是惊讲罗永凯对志云哦做出什么伤害伊的代志啊？伫咧这烦恼有啥路用？ 咱来志云进的大嫂来看卖唔得知啊！好啊，行。又果是客栈哦，伊计想的是你的什么人？逐天敲十几通电话来，互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我看，根本就是咧笑笑。你莫胡编乱讲好无？ 彩虹甲伊小，因阿母感情遮尔好，请你莫诬赖伊，伊毋是这种人。
安那，我才讲一下，你这么激动是为怎啊？唔敢。既然你知影人阿公母的感情这么好，你还搁咧笑想啥？你还是乖乖倒来我身躯边，干那我，才会当互你过好日子。我才无稀罕呢，袁凯，我拜托你，放我出去好无？敢讲你要把我关伫个遮一世人？你会当关我的人，袂当关我的心。就因为我留袂着你的心，所以我关着你的人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你真正是无有通好救呢？你安尼，敢奈让我搁较昏哩，看袂起你。我当初时实在是目睭痴迷，才去爱着你这种人啦。就是讲，伊值得你付出一切，甚至搁为着伊，想要甲十王害死，结果咧，根本就是一个畜生啊！姐，你莫搁讲啊！因为着要安看你小弟的身世，惊伊会甲你抢财产、抢权势，竟然这款卑鄙的手段来安看事实。你对你亲兄弟这么凶，你毋是真心是啥物啊？带我出去，我一定会甲这个代志甲大家讲，讲柯展宏就是罗教授的亲生后生。我叫你别再讲你是无良心，啊！谁叫你来咧对我？我哥对你也无够好，为着要喊你救我，我唔知记错偌济摆，阮爸替我安排相亲，为着我要记，我做只好差钱要死去。你跟我弟弟什么？你讲我是精神？你这是一个垃圾查某，让我破病死去爱着别人。你跟我听我相识，在我的人生中，有两个上重要的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阮爸，恁拢是我的。任何人拢抢袂走，我一世人拢无可能搁再甲你做伙啊！你好死心吗？讲，讲你袂离开我，你讲啊！安怎无？我一时冲动，家庭原因我要自私。对即马开始，对即马开始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绝对袂让你受着任何伤害，好。好。来，我扶你起来，起来吃物件，我拢买你上喜欢吃的。
袁凯，开门。袁凯，我知你内面，开门啦。我才要问你嘞，啊，你哪来这啊？啊，卡电话也无爱回啊，你是咧比啥嘛？你莫甲我讲，你即摆又搁甲余志云做伙啊？无啦，我真早甲伊分手啊。啊，这个所在我当作是我私人的空间，我趁伊若无欢喜时，我就过来遮冷静一下。确实。啊，这什么情形啊？啊，食的物件咱等下涂骹。啊！我头拄仔伫门外口哦，听伊内面了匹配叫是，你是甲啥物冤家啊？哦，啊！着阮朋友敲电话来讲要甲我周转，啊！我着讲无，啊！伊着甲我怒啊！啊！讲到袂爽，敢若我欠伊个，我着去过面啊！我着讲话较大细声，无代志啊。爸，你找我到底是啥物代志？我要问你金配方个代志啦，哈！啊！你即摆到底甲伊发展到安怎？你有约人出来食饭无啊？有啦。我今日有韩佩佩做伙食饭，阿姨嘛有考虑哦，答应支持咱争取医疗中心迄个病院。安尼哦，系啊。哇，你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我咧讲，阿弟遐叹烧啦，继续用伊有听无？好，我知啦。爸，我坐坐，我来泡茶你听。好。你三顿我哪有声？什么声音？无啊，我无听到啊。爸，应该是你听唔对啦。你坐落来啦，我摕冠军的茶杯来互你饮啦，吼。我明明都听到你是咧。你遮哪有猫啊？啊，猫哪会咧三拄啊？这之前我甲志玲做伙饲的啊，我拄才嘛咧找伊，原来秘咧三拄啊内底。咪咪，无乖哦，你乌白走，嗯？咪咪，乖啊！你爱甲迄余志云哦，切落较清气。啊，爱甲金佩芳行较歪的啦。诶，人是济林病院的董事长呢，哈、啊！你若真正甲伊做伙，迄对咱摕到病院非常大的帮助啦。听有无？你着想办法甲拍甲着就对啊啦。嗯，了解。奇怪，这个时阵什么人来？诶、欸，谁啊？你来要从啥？我问你，志云，你有甲伊联络无？前几工啊，伊讲要来找你，你也着完全失去消息。啊，伊人搬走了，阮就无联络啊。我毋知伊人伫倒。啊，伊人失踪是高声地带啊。啊，若真正失踪，你应该报警才毋才对。我来走来阮遮找人。先是楼卡，我伫个信箱提。既然你讲志云已经搬走啊，是安怎小托阁寄来遮？可见伊并无搬走嘛？凭啥物来讲伊无搬走？嘛真有可能地址也未改啊！好啊，我咪去看卖，看你有会创个内面无？啊？咩？啊！你是真正要来乱着对啊？啊！我咧遮呢，这间厝内面就敢若我、阮囝啊，甲一只猫尔啦！啊！
目睭无看到拢无准算。既然你讲志云无伫个家，是安怎唔敢放入去？你但是硬要入来，我来报警。我你要报看卖。好啦，卖冲动啦。罗总裁，我相信你嘛无希望你后生甲志云交往，那来拜托你，甲你后生顾好，卖回做戆代志。囝，我家己会晓教，免你加报。罗文康，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敢做出伤害志云的代志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话唔通讲较收满，到时就要看你是凭倒一点唔放我耍。我上。妮妮，啊，袁凯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有甲余之云藏起来无啊？爸，我著甲佩佩约会啊，我甲余之云藏起来要创啥？公公，你也相信科长的话，唔相信我的话？我唔是无相信你，我是希望你莫互我失望啦，听有无？好啦好啦，有代志我来走啦哈。吃亏也办，爸。柯展宏若是无找到志云，伊绝对就袂安尼放弃。我一定爱想些办法来回死心。罗云凯也是唔是安尼，甲志云有联络，啊，不过我现在感觉伊足可疑。我怀疑志云失踪一定甲伊有关系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你看头路啊，罗云凯讲话表情怪怪，一看知影讲伊咧讲白贼。我可能是报警，叫警察来处理，啊，若无是也袂放心。也好。志云传简讯来呢。啥事啊？展宏哥，我伫咧南部朋友因家散心静节。请你莫烦恼，过几工回去才甲恁联络。哦，原来志云是去南部朋友遐行行的，啊，袂事先甲恁讲一下，安尼加烦恼吼。啊，不过哪会才拄好？咱才拄离开罗永凯因家无外久呢，简讯就传来啊。电话阁未通啊啦，袂安尼，我等下来找罗永凯阁问看卖。好啦，你免遐烦恼啦。啊，志云就讲啊，想要开始一人小静一下，找时间咧较好伊就好啦。啊，不过。好啦，莫拉，不过啊，拜托老婆，巴肚对腰啊，今日过来吃宵夜啦。啊，来，等下我。郭家亮命案于晚间又有惊爆内幕的光碟出现了，画面中显示，杀害郭家家的凶手另有其人。接连三份影片，使本案扑朔迷离。究竟第三份光碟，法官是否会采信，摆脱孙浩明杀人嫌疑呢？现在孙浩明羁押庭正在召开中，相信很快就有答案。拍谁？拍谁？全力领先。坐下。瑞峰，给我协助。因为案情疑点伤侪，法官要片面传证，所以做一个鉴定，拢有想法，等待事实厘清。我哋跟我想的差不多。哪会安尼？伊拢不是凶手。多谢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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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。是的，最后还是害你甲顾两个人拢去用吃啊。不要紧啦，我知恁有好心的，安尼就好啊。我一定尽全力，说尽力完成，让恁酒驾肇事，还佮违禁的罪名，刚刚上加。
爸，哥，麻烦您搁忍耐一段时间，只要您无太人，一切拢还阁有空间。小弟麻烦你先送我妈回去，我到时候继续跟你去安静。阿姨，歹势，我认真了。我知影，我不怪你。瑞凤，等下你敢有时间？我是要请你陪我去一个所在。我们得，行。陈总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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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总而且因双方面竞争到非常的厉害啊，所以我是咧想，若是这时阵咱海顿有哪宣布讲咱要加入啊，伫个时机上，唔知是好还是歹。啊，非得你表安的日子啊，还佫有一段时间，无咱佫评估看卖。是。那安尼无其他代志哦，无我先下班啊。来，辛苦伊，顺便。小勇哥。才换着，我着知你还袂下班，你搁伫无闲哦。你还注意身体呢，你心肝胖胖，啊无人是会唔甘呢。啊，罗店长，啊你这么晚搁过来拜访，请问有啥物贵事啊？是安尼啦，我顶上哦，拄有一个公共建设的案件，想要来甲恁海队研究一下。哦，啊若这款的业务啊，你直接吧，请到何律师就好啊。何律师的能力非常的强，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无喏，咱两个吼是商场甲政界神雕侠侣呢。啊，等我小龙女的官库吼，当然嘛需要你这个过额来加持一下，别人吼是袂用的啦。八长剑，跨神雕，停。停。元丰，你哪会过来？爸，是安尼啦，元丰阿姨有代志要请教高律师，所以我才会过来。哦，陈董事，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高律师，我听讲神秘人嘛常常指使你做代志，所以我想要拜托你跟我讲，迄个神秘人到底是谁，或者是请伊跟我联络，好不？你找伊是要？我是希望伊会当把所有关于郭佳佳死亡的影片拢总给我。我要证明建庭跟浩明是不够的，因为这个影片即摆因两个人都互收啊。只要伊愿意给我影片，伊要提什么条件，我拢愿意配合。真歹势啊！以上哦，拢是神秘人主动跟我联络的。我嘛是找袂到伊啊！搁再讲，目前嘛袂当证明讲遐个影片哦，拢是神秘人寄的。我真正是哦，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主席，啊，无我先来走。唉，我嘛无法度找着神秘人，所以嘛袂用甲你斗相共啦。是讲吼，我这 boss 有影有厉害呢，讲要一空掠两只，吼，真正做甲到啊嘞，哈，确实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物啊。哼，赌鬼们，现在叫你要甲神秘人做伙联合起来，陷害建庭甲浩明。你讲啊，你甲伊到底有啥物冤仇？你不要恁这回。啊！感觉够足疼呢，阿姨，伊心脉激动啦，
我想刘店长真正不知神秘人到底想要创啥。就是讲的，阮 boss 本来就足神秘啊，就算讲你看哪搞我看吼，我嘛无法度给伊送来你的面头前啊。白英，我一定要知影，迄个神秘人是安怎要安尼做。好了，罗店长，无麻烦你看到我的面子上，你就把任峰斗三工，替伊约神秘人出来，好不？看你的面子上哦。嗯。好啊，我尽量啊，是讲，不管哦结果如何，你还先跟我约会一次。啊，可是讲哦，那是成功哦，你就来跟我约会三次。我开的条件，你敢要答应？好了，我答应你。俊俊哥，我给你保证哦，这三次约会哦，我一定会让你爱着我。贝丽姐，讲较简单嘞，阮工地检验出冠军有掺原水的事件，我怀疑甲玉祥集团有关系。安尼会安尼讲？因为当初有一个医疗中心的标案，马上就要进行投标啊。根据我所知影的，玉祥集团嘛着急要摕到这个标案。佮加上进前罗总裁佮张宏的文员，所以我想要拜托贝丽姐，私底下替我了解一下，看是毋是咱套出罗总裁所讲的话，替我查出线索啊。好啦，你我知影。等你高雄回来的时阵，我会在门口买下。卡叔讲这件代志，若是甲伊有关的，我一定会叫伊和你一个交代。多谢，那你我等你的消息。来，老婆，你坐下。张宏，你甲四哥去工地处理了安怎？啊，发生这种代志啦，工地遐兄弟哦，心情加减受到影响啦。我尽量鼓励因，我相信应该袂有啥代志啊。啊，尾后赶过去哦，要咱去收货消费者遐，因咧抗议啊。我主动甲伊讲啦，我已经主动哦找相关的单位来做检查啊，来证明讲咱的建案并无掺海沙。我相信消费者应该当安心啊。咱以前拢真注重咱用的建材，所以我相信检验结果一定会当还咱一个公道啦。是讲老婆，我伫想啦，公司即个发生这事件，应该是刘国雄因为当初迄医疗中心的建案，故意咧创空哦，目的就想要来禁锢我。我嘛是安尼想呢，所以我拄则拜托贝蒂姐私底下替咱调查这件代志啊。对啦，关于这边咱工地防建案出问题，马上就防详细报道，我感觉真奇怪，所以我为小婷那边探听到。爆料者伊提供我媒体的资料真完整哦，伊甚至连咱工地灌浆的日期，还佮有墙面施工的细节，伊拢真清楚呢。所以这其中我一定有问题。你意思是讲，你挂你咧怀疑讲创工的人是咱公司内部的人？报唔对，我怀疑一定是咱内部的问题。袂啦，应该无可能啦。啊！人四家还佫有自信嘛，讲过啊。冠军迄天并无甚物奇怪代志，也是有行为。无啦，老婆，我感觉应该是你家己有想伤济啦。希望是我想伤济啦。不管安怎，一定要查清楚。老公，你回来啊？袁凯间小套房，敢到你有舒适？我哪有甚物舒适无舒适？袁凯为家己想要过日子啦。伊欢喜就好了。等一下啦，老公哦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问你呢，就是迄个东区医疗中心迄个案件，听讲你有兴趣哦。这个案件我搁咧评估中啦。啊，你哪会常常咧关心这个案件？无啦，虽然唔知影今仔我咧处理的时阵，我咧看新闻，
有看到龙门营造工地出大事这个消息，你敢唔知影？有啦，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啦。啊，是讲你向阳安尼问我，我感觉奇怪呢。敢讲你认为龙门营造迄暗门图去用验出来问题，这跟我有关系啊？当然嘛，唔是安尼。我是咧想讲，龙门营造对东区医疗中心迄个代志有兴趣。他说：“讲咱以后若是出手，路口的人自然就会怀疑讲，是毋是咱英雄集团所做的。所以，我想我先问你看卖下啦。”哼，外口的人要安怎讲，咱无得替伊注意啦。啊，我即摆感觉好奇的是，你奈雄雄对建筑界有兴趣吗？啊，连龙门营造这么小的公司，你也咧注意咧创啥？那有啦。我只是想讲哦，龙门跟咱英雄集团对迄个案件拢有兴趣，咱的饭店无得开当伫个附近拓店啊，所以我唔只个关心一挂，敢讲安尼嘛袂用个哦。饭店的代志，你着全权处理，我袂去过问啦。啊，若是龙门营造发生代志这个问题，我跟你讲，甲我无关系。我感觉真忝啊，我要开药。阿丽，我先出门啊。哦。喂，谢子琪，我是朱胜武。你找我要创啥？有啥物代志紧讲，我刚上班。你口气唔免遮尔啊歹嘛。我卡这通电话是要跟你讲，阮总裁伊真有努力哦。伊讲你这件代志做了真好。啊，对啦，先刷替我额度你迄个欠卡的税。你是安怎讲了阿里？袂歹嘛，你即马是想要等英雄，要做一个男子汉，要担着所有的责任。虽然讲无伫现场啦。啊！不过我咪烦恼，讲你做代志拢会安尼拖拖刷刷，会无够阿傻哩。所以我就请着你的细姨来费一点仔心，甲你斗一点仔三工。安尼讲起来，这件代志你是不是应该甲细姐多谢？原来就是你威胁阿丽，会大主大义，违背我的意思。既然你已经达成你的目的啊，你想要靠我？也阁有，我已经替你完成你交代的代志，咱已经无关系啊。以后万莫阁敲电话来叫了我。会当结束，袂当结束，这都要听阮总裁的话到准绳啊。你即摆应该做的，就是专心听阮予你的命令，爱就好啊。搁再讲，你都还袂下柯展龙放弃掉东区医疗中心的这个标案。这就是后一步你应该做的代志。我早就已经讲过啊，你这个要求我做袂到。少年呢，话唔免讲到这尔满，你也想啊清楚哦。你即摆是有家庭的人呢，你有两个这尔水的某，佮有一个当要出世的后生，所以你即摆讲甚物话、做甚物代志，拢嘛爱想啊清楚，安尼唔才对。佮再讲，你敢真正这尔认真？阿你将你随意随意，去搭着撞人肇事逃逸的这个行者，佮加上失过龙门贱难、品质出包的这个责任。朱胜武，你敢会想超过啊？你是暗算用这个代志威胁我到甚物时阵？你讲啊！这都要看你甚物时阵会当下柯展宏放弃东区的这个标案，一切拢由你来决定。老公，伊拄只是甲谁讲电话啊？讲到安尼大细声。除了英雄集团迄个萧凌，还佫有谁叫你逼屁啊？欢迎你。所有的代志拢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做唔到代志，去让人抓到弱点。伊即马提这个代志，你威胁我，
爱我创啥，我就爱创啥。还佫有啦，我即马上惊的是，因无可能这么简单放我煞。我看你到时阵要安怎？你到即马佫在怪我，去工地动脚手，我无安尼做是会当安怎？婚礼代志拢已经安尼啊，莫好讲啊，好无？你真正无救啊！我无想要跟你讲话啦，我要上班啦。有啥物好受气的啊？就放弃东区的标案，搁找其他的 case 案，你唔就好啊？凭龙门营造的规模，要跟人的大集团拼，那你根本就是用鸡卵啃石头啊！头拄啊，子琪大细声，到底跟阿丽在玩啥？是啥物代志跟龙门有关系？报告总裁，谢子琪的情形跟你当初所想的同款。完全伫个掌握当中，即摆柯展宏也无闲甲一粒头两粒大，而且我嘛已经甲谢子琪讲啊，刷来应该安怎做？顶个迄个新碧林，既然敢咧我的工地甲我创空，甲我的工地母甲爆炸，那这条线，我着记个柯展宏的头壳顶，咱即摆就利用柯展宏。来去甲新碧林呛声，哼！我绝对要知影，我罗国雄唔是安尼好对付。上重要是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甲这起抓到。总裁，这你放心，一切我拢已经准备好势啊。佩佩。就参照他所讲安尼啊，即个政府要来东区遐开哦医疗中心即个案件，我是希望讲会当跟恁正林病院合作，咱斗阵提出一个计划案，我相信，咱我都提出案件。嗯，哥，其实即个标案，英雄集团的总经理罗元凯有来找我，伊就想要跟阮正林病院合作的。那恁陪陪你意思咧？我无答应伊，而且哥，你已经开嘴啊。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的，佩佩，多谢你。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做人做代志，我拢足了解。假使讲这个标案是你提到，对这林明来讲是有好无歹，顶多是我的多谢你。好啦，我阁有代志要报应，我先来走啊。啊好啊，来，我送你。好，多谢你啊，佩佩。没啦。佩佩，阿嫂，今晚要走啊？嗯。我阁有代志要报应，嗯，再见，再见，拜。佩佩，伊最后决定安怎？当然是愿意跟咱合作啊。真谢哦，安尼写得足好诶。嗯，等下面人到，就当开会啊。嗯。是安尼，今日有代来遮，是我厝我袂想要向大家做说明啊。我知影公司最近发生遮个代志，恁的心肝内一定感觉真不安啊。啊，不过咱龙门营造。自第一个建案到今嘛，咱的品质一直都真稳定，连业界的名声嘛真好。既然对得起家己的良心，当然咱对家己有信心嘛。代志不是咱做的，咱绝对袂当别人冤枉，恁讲对无？对。即届咱灌州向掺盐水，我已经主动找相关的单位来做检查。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消费者带来安心，嘛大家知影讲咱并无往海沙，而且对这件代志，咱真有诚意要解决问题。啊！这段时间，大家继续做好恁本分代志就好啊，其他的代志我会处理。我相信，不管讲咱的对手继续有啥物傲步，咱龙门营造一定会愈徛愈稳，咱大家做伙打拼，你讲好无？好，好，好。多谢，多谢大家兄弟。好啊，啊无恁大家跟做无用啊。啊对了，谢谢。四哥，医生，恁三心老板，这。谢谢四哥，我希望这段时间啊，你会当把工地那边顾好，绝对唔通有对手，阁继续出现毛病。正好，你放心，从即马开始，我一定甲你监视好，袂有机会。是啊，马姐，我甲四哥会甲公安的问题管制好势啊，袂阁出问题啊。啊对啦，啊较等下你要带阮去工地安尼顺顺看看无？无啦，我阁有重要代志要先处理啊。
什么代志？发生这个代志哦，我即马甲烦恼的是银行的边缘的态度啦。林某跟余秀会过去银行边，针对这件代志来做说明。我即马真正都惊讲银行哦，即时阵来调温紧啦。好啦，余秀，无咱先过啊，好。 哎喂，你讲啥？好，我知，你先让现场围起来，我即马先过，哈。发生啥代志啊？工头讲啊，工地那边出意外，我即马过去了解状况。那又搁发生代志啦，咱做伙来看卖啊。先卖讲这，行啦。 出啥情况？阿公，知影，这站班哦，无来无就位顶头落来啊，啊，加载这钢缆哦，还袂开工啊，啊，无人受伤。无人受伤就好，大家赶紧去遮。来来来来，较细腻，较细腻哦，来细腻哦，细腻哦，细腻哦，细腻哦。 我现在帮你。 你替刷那边这里，不过会帮我的，唔对，这应该唔是公司用的标准材料对吧？子欣，来你干啥事？你帮伊查好清楚，咱公司采购的铁线，什么时阵用完就这么油，到底是啥用？哦，我查清楚。这铁线当初是我点修理口的，奇怪呢。 我确实有检查过啊，拢无问题，才才过刚刚了就变成这样。稍等下，我来去找检查检测的记录。铁线，应价使用，切掉。 那是你，歹势啦！我有最近厝内底就这代志的，一时疏忽，无去注意到规矩。是嘞，只是你毋是一个这么无细腻的人，哪有可能犯这种错误？这内面所有应价，应该拢毋是用这种油的铁线绑的。数量无讲解一下，真正就是嘞。 龙门营造的负责人最近是毋是有甲人结算迄冤仇？代志真多吼。免讲啦，一定是罗高雄因做诶。你讲啥？一定是向左诶。敢咱麻烦你讲较清楚一下。无啦，我嘛毋知是向左诶。我是伊有讲，应该是阮的竞争对手做诶。警察先生，麻烦你，你来赶紧调查出真相啦。诶。 我一定尽量去调查。来，这笔录做好啊，麻烦您看一下，看我有毋对。好吧，无问题，你是人才好哈，麻烦你。好，安尼，小等一下，我来笔录影印一下。余秀，你拄则是安怎，无让我甲罗高雄的代志讲出来？咱即摆并无伫遮正规，咱见面时伊做的。 你安尼干来打草惊啥？所以我才会安尼卖讲。嗯，是啊，我知。
医生，你安尼讲，是毋是你有啥物办法啦？你安怎安怎做？无啦，我先问查方看卖，看这件代志要安怎处理。我只是希望莫把代志闹大，安尼对咱大家拢真不利。喂，好，我已经挂过。外口有人在放风声，讲咱龙门营造事故连连，银行真紧就会抽佣金，到时咱自己的周转就有问题啊。我即摆先挂去银行，用伊说明这一切啦。对，子琪，子高，你两爿过工地遐，搞不了代志，好好处理，爱记。进度一定要报回来。医生，你留下看病历做完，还有啥物需要做？下面病历做完，带你回头进去。喂，妈。我已经到整日疗养院外口啊，你伫倒？要到袂？小妹哦，我这边到啊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有亲手做的哦，就是甲弟弟爱食迄个花寿司啊。嗯，好啊，我已经足久未食着妈亲手做的花寿司啊。那安尼，我先去看展玉，你到倒来，好，待会见。真正让我等到佩佩，看起来伊比资料顶面写还搁较有情有义。今仔日疗养院有阿东哦，唔知阿展玉有参加无？小饼是安尼做的啦，软软烂烂，内底搁三八塔，就歹食的，卖食卖食。后盖啊，叫佩佩唔通搁买几斤啊？啊，哦，哎呀哎呀，我的新衫我，等你转去哦，你五十分看到搁买点啊。你做啥？哎呦，弟弟啊，你迄领衫先借恁老爸试一下安怎？哈？哎呀，弟弟我跟你讲，恁母啊上疼你，伊袂甲你骂啦。啊不过哦，嘿，我干那做一点啊唔对的代志哦，伊去找你哭哭念、洗洗念、搁兼卡来手来，啊你唔知啊？顶礼拜哦，伊讲伊还一个人都要教我。哎呦！你遐那衫哦，先借恁老爸试一下啦。哎，我就叫你送我的，你是我的婿，来，先借你等你试下。哎呀，借我试一下，安怎啦？太衰太衰，你是白人，莫跟伊计较啦。没啦，我真是白人啊。你看，你的衫拢无穿好。伊叫柯展玉嘛，对吧？嗯。你讲你是柯展玉哦？哦，袂讲，哦，袂讲啊！你，我是头大，无看好清楚。才了做个认真，正是阮家弟弟来看我啦。嘿，我即马，嘿，嘿，我即马看好真少。阮弟弟哦，伊真着我呢，伊比你恩都唔知几落百倍啦。我知影，你一定是死家着我。你假扮做阮家后生是要创啥？你甲我讲，啊？你甲我讲啊？我即马。都要回去，甲阮家迄个五十分的讲啦，讲真嘛，
阁有这些诈骗集团仗义无聊、欺骗做人的后生啦！你才卖叮当哦！我顺续叫警察来抓你！哼！柯展玉精神失常，原来这么严重。看来佩佩只是同情伊，才会继续来甲看。那咧我就唔免烦恼。今日多谢你斗三工诶，下面咱有一个活动诶表演，是武松打虎，你演武松，别人演老虎，剧本足简单诶，我马上去摕来互你看者。啊，多谢。看我诶，好滚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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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柯展玉，你搁是在创啥？我要演好啊！你头先讲迄故事哦，我知啦。啊，多谢哦。有一个西武的阿雄，半夜饮酒醉，倒伫路边。这时阵，有一号冲出来，要甲加啦。在这上这个时间，阿雄捡起拖甲之棍啊，嗨嗨嗨嗨嗨嗨嗨，大阵三百回合，啊呀呀呀呀，啊走啊走，这家伙就是啊。啊，这故事内底吼，上歹演就是这伙。所以讲啊，那是无我来演，免答应的，你讲对无？好好好，哎，你先去准备一下，等下给你演老虎。好，好好好 ，Eddie。我先来写剧本。啊好。你演武松，我演虎。你是阿雄，我是阿虎。阿雄上山拍阿虎。八号戏，八号戏，八号戏，八号戏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就赢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。你想要跑？讲，你来这到底什么目的？弟弟啊，我叫你去读书，啊，你无爱去读书，偏偏要走来这是要创啥？哎呦，拜托嘞！弟啊，你安尼无听话哦，爸爸要烦恼啦！紧嘞，今天去读书，好，紧嘞。好啦，你今天准备演老虎，好。好啦好啦，啊，那我先去准备啦，好。等伊，来，你看，你衫裤乱去啊，我替你穿好，好。一直算啊算啊，拢流汗，啊，天气热嘛，哎呀。袁凯，伊哪会穿义工的背心啊？刚刚伊伫遐做义工。袁凯，佩佩，你好，安奈伫遮？哦，我来看我的前翁的，啊，你有识识哦？哇，遮尼拄好。我拄只和伊开讲，伊算到足欢喜个。即我是头一摆甲斗三工啦，啊无之前我拢伫北京病院做义工。哦。啊对啦，佩佩，因为我是阮妈我的身份，我无讲我是英雄集团罗科长的后生。啊，卡玲啊，你叫我名叫英文，叫 AD 就好。啊无，我惊伊讲我是富二代，我一个好意，叫伊误解就好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你真就有心嘞。无啦，妞妞，来来来来来，爸爸跟你讲，来，爸爸不是有跟你教过，哈，迄找夫人跟你讲话哦，你莫插伊啦，你若是跟伊掠起袂掉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你若不听话哦，爸爸生气哦。哎哎，行行行，有你水大家收大啦吧。来来来，我来接接。哎呦，妞妞妞妞，爸爸给你谢谢，来来来，好啊，卖阁算啊，妞妞三拢打屁啊，好，乖乖乖。哦，老阿呀，伫遮伫遮伫遮，紧嘞啦，哎呦，紧嘞紧嘞。哦，哈哈，家啦。妈，哎，乖乖。妞妞啊，你妈妈来啊啦。
叫妈妈就对了啦，免叫老的啦，老不是咧叫的啦。哎，你好，喂，这恁朋友啊？哦，是啊，伊叫做袁，伊叫做 Eddie， 伊是我的朋友，今仔来做义工的。好。你好。啊，是讲，那边来叫你妈。Eddie 先生哦，哎，陪陪到我无缘的新妇啦。啊，不过我即马足好个呢，阮吼啊当作母仔囝哩，我甲当作查某囝，伊甲当作客母安尼吼，偌好哩。各位来宾，活动要开始啊！请大家对教室移动哦。哎，老爷，我要来去演好啊！啊，我先去准备，恁都要来看哦。嘿，等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演好。都在煮饭呢。阿妈喂，演好，不会啊？啊，咱来坐较头前排的，来看演好啊。好啊，好。啊，行。上一路行到金融国，已经有淡薄仔醉。好来，什么人来我金融国乱？我就是这上厉害的好。好，我就是这上爱跳舞的。好，小和尚，小和尚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不是等我话讲到你才出来给我拍？我给你拍，你对我唔对啊？我是好呢，应该是我拍你才对，因为我是这会吃人的好，快走！这金牛公的吃人好，可安怎给收拾？真歹势呢！你看安尼，弟弟安尼，念伊笑，念伊好，啊，他妈乌白母，乌白喷，啥物？母上煞去互好家一个，遐要死！哎呀，啊，恁这个朋友，上甲怎啊？唔知人，对你足歹势。没啦妈，我知影蒋玉唔是故意啊。我看恁一个朋友吼，伊讲叫做 Eddie 哦，嗯，袂歹呢，啊，佫清茶嘛，体面，讲话佫斯文，看伊敢那对你有意思，哦，会不会当着有缘人，你敢无想要交往看卖啊哩？无啦，妈，
我甲伊只是普通朋友尔。啊，男女中间吼，大家同啊做伙了嘛，对普通朋友做起，对不？我是看伊条件敢那袂歹，伊安尼一见面就知影讲吼，嗯，顶当是有出身的，有靠山的。佩佩，你是唔通因为讲较早你甲阮后生陈丽啊，迄段婚姻无幸福，啊去互伤害着，过来你就放弃。人就是爱有迄个机会，机会来你爱把握。你莫安尼白白放伊过，无超过人一世青，一世人青春都无去啊。多谢啦妈，你唔免烦恼啦。感情上代志是看缘分，毋是背景。你拢总改变啦，有上教，对，缘分介重要，做人莫现实，千万要看人的背景。人讲吼，将相本无将，男儿当自强。人要安那吼，学伊无定。那不过是第三者咧讲的啦。啊，即马吼，我是甲你当作查某囝看待啦。我当然的自私啊，所以吼，条件嘛是爱小看一下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多谢你啦，妈。唉，啊，若想着较早吼，阮弟弟安尼做遐侪歹代志，甲你伤到遐严重，我唔代表安尼报你。啊，讲实在啦，我嘛无迄个能力通安尼报你啦。啊，着心肝头吼，敢若一粒大石头底咧，一直开欠，所以。我足希望讲吼，你会当找到阁有另外一个比弟弟较好的查甫人，有一个肩胛头通互你依靠。若无你一世人是要安怎，总啊要安尼单身过哦？无紧啊妈，一切吼拢顺其自然。即摆上重要的是甲这林平管理好势，才对起弟弟的爸爸。恁爸爸吼，我相信伊嘛甲我同款啦，伊比我阁较希望，希望讲。你会当找到一个人，予你依靠，免惊。你虽然无爸爸，按古我著甲你当作查某囝看。你若不嫌这个老母散吼，我就是你的妈妈，妈妈就是后头厝。嗯。媳妇啊，为弟无论如何啊，龙门一早甲我定掉的。有任何的动静，赶紧报告，听无？是，总裁。李白，罗总裁，阁常常生死找你。请李白。是，阁是请。哇，王小姐，这罕见嘞！啊，今天是怎啊？正经白阿囝做无成，今仔日专工来认老爸，就对人啊，欢迎欢迎。好啊，罗总裁，莫那连笑话啦。今日我来是专工，想要提醒你，尽量莫用一挂垃圾布来对付我。就算讲你有银行压力，要提阮公司的现金，不过真可惜，阮的公司财务状况真稳定，阮的信用嘛真好，所以你是无可能会成功的。对于你，我讲需要用什么垃圾布啊？新闻台你有咧看？全部咧布恁龙门营造啦，啊？恁公安意外遐尼多啦，即马啥物人敢甲恁合作？啊呢？你是要安怎甲我应用一段竞争啦？啊，少年的，莫讲啊啦。妹啦，阵讲拢唔知啦。最近公司出遮尼多代志，这拢是你创出来的吧？饭加食寡，袂歹使后壁讲。你若无证据。我会告到你死为止。想要提证据，用呢？我会偷偷找予你。而且我要所有人知影，你罗高雄到底是个什么款的人。废话，你若讲唔走，我是要关门公告啊！证据啊！是，免那麻烦。我嘛无想要继续踮遮，而且加一分钟。我规身骨我气给无回，罗总裁，真心的苦劝你，莫阁继续做歹代志啊！啊，若无你早晚就报应。
这监视器画面吼，敢若翕到一个人影，真可惜，无翕到伊个面。到底像这样失定啊？做出这款的代志，真正气死人嘞！我怀疑这个人对刚才监视器的位置真熟悉，才有法度飘过监视器，无去翕到伊个。是讲吼，这个人呀，真熟悉嘞，看起来是一个查某的，不过我就是想袂起来，到底是伫倒位看过。是噶，你搁等等，我看卖。哎，子熙，你来啊！今日看这个监视器画面，这个人吼足熟悉，不过我就是想袂出来，伫倒位看过呢？你看卖。这也无迄条面啊，我哪知是啥？安尼哦，咱大家安尼看规部嘛看袂出啥，我想到一个办法啦，我来去问员工，坐了遮问清楚。是个，我是感觉心慢去惊动着员工啦，啊无大家怀疑讲咱是去调查家己啊。啊，不过若无赶紧调查出来，到底是谁做的，这件代志会影响着公司呢。是啊，卖着急啊，愈着急愈查袂出来。阿姐，子琪，哪毋接电话？厝内底卡来啦，一定是一寡足麻烦的代志。我最近公司的代志都无闲过来啊。无时间去管挂代志啊！处理的代志嘛真重要，公司有阮，你紧去处理啦。也毋过，我紧啦，你紧去，叫我伫咧，放心啦。志刚，看你安尽心尽力为公司付出，多谢，嘛辛苦你。妈，你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进公司是我甲展宏，还佫有子琪，我妈是咱做伙拍拼出来的。我现在无用。好。子琪啊，你清醒啊？啊，今嘛刚刚安怎？刚有甚物所在无爽快？哈？哎，哎，说你。哦。哎。你要紧无？哎，不要紧。不要紧啦，阿弟先生，是的啦，阮的囝吼，我都唔知要哪讲伊啊，念伊好念伊歹，你看就知影，伊破破，甲你想着吼，莫甲伊计较啦，原谅一下。不要紧啦，你唔通放喺心肝顶。看伊安尼憨憨叫，哦，他拄仔吼弟弟安尼举起棍啊吼，一直甲哼，一直甲哼，搁拍嘴要甲咬，绝对是换成结婚。啊，即摆咧精神啊，穿甲即身躯安尼踮咧车嘛，毋是办法。你有想要欣赏这位阿弟先生转去休困无？哦，啊，身躯洗洗打理一下啊。好啦，妈，我欣赏伊转去。好好好好，来，你较细滴啊。来，较细滴。阿母，我们先来走。豆豆仔行够好哦，好，妈，你看这里哦，好好好，再见，好好，慢慢来，走。阿弟，看起来敢那袂歹，好名小人行啦，这个阿弟哩，阿弟哩。谢谢谢谢，多谢啊你。弟弟，妈，你来啊！妈妈来看你，你看这啥？这啥？你上爱吃的寿司啊！真的假？当然嘛，真的。哇！妈妈哦，知影你爱吃寿司啊，啊你这辈无吃着吼，
妈妈亲手做，亲手包的。我呢哦，豆豆啊煮，蜜豆豆啊吹，啊迄醋安尼哦，搅甲焦焦焦。你看包甲水水水，佫有够香。来，袂用的啦，啊无豆油加瓦萨比。憨囝，哪有人咧混豆油的啦？迄瓦萨比包得中啦。啊，迄味吼都咸正滴咧啊啦，佮有鸭啦，再啥物咧豆油。安尼哦。是啦。当时变这高。本来就足高的啊，紧食紧食。嗯，好食呢。好食哦。好食好食。好食就点点啊，食拢你的。嗯。吼，豆豆来豆豆来，哎，你食阿雄，喂。哦，你看你看你看，鸡冠啊啦，鸡冠啊啦，你啊咧，真是吼，真嗨呢，来。嗯，食阿雄要创啥？好食嘛！啊，这喂，规个面啦，啊，全鸟啊，这摕来吃，白甲规个。弟弟，嗯，涂骹捡这张是啥？这哦，嗯，啊，这就是我表现了真好。好熟悉要上歪啊！不要，嗯，不要搞个丢，啊，好熟嘛，安尼吃果子，我送你一路才水着。你嘛真多水嘞。来，哎呦妈，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妈，啊那，你有白头脏呢？那安尼啦，我替你刷，我替你刷。哎，等，嗯，袂用的啦，憨囝，迄白头脏袂用的刷啦。你要听我讲哦，发一支白头鬃，出一支，发三支，愈出愈多呢。嗯，妈妈坐会啊，有白头鬃哦，迄足自然的啦。人食老都爱啉老，啊人拢未老未死，都人食人啊，哪里咧？嗯，袂啦，妈我甲你讲，以后哦，我替你找一个较好的新妇，替你洗米、煮饭、搁洗衫，安尼以后你就袂这么忝嘛。嘛，袂过白头鬃啊！来，我替你抓牛，来。你敢抓牛？吓啊！我照搞的哦，你看。哎呦！哎呦！妈，嗯，啊你顶龙那遮顶啊！哎呦，你看，哦，你是不是拢无咧休困啊？乖囝。弟弟啊，你才乖着，较早若安尼唔着好。妈妈吼，那你讲连白头鬃都发出来了，啊无我都对住你的身躯，你对一世人。你这病若无紧好，有一天啊，妈妈若两只脚两只，你唔知要安怎？我敢那烦恼嘛，烦恼甲规头鬃白了了。本来是想讲陪陪，伊阁变乖啊，看有机会，甲陪陪带转来阁做新妇，等你病好，你两个阁斗阵无？不过即马吼，我看迄陪陪身躯边敢若有追求的人啊，有对象，我看是。无啥可能啊！我要到位啊！你找我到底要创啥？你头袂安怎？我只是做单纯要甲你做东西，因为你遵守啊，到我做阿龙门献礼，像你大个年纪，你别甲我讲遐济啦！稍等下，甲阿离肇事逃逸禁锢交我。咱以后就无交差了。嗯嗯嗯。嘿嘿，无哦无哦，我并不安尼答应你哦。这就是你啊，你上好就爱乖乖照我的话去行动。啊，若无你真正会烦恼，烦恼你的细姨都爱食着开车弄死人这个官司。啊，佮加上恁拢问，阮州参严的这件代志，不敢扛。我看恁兄弟的感情就到这为止了。
看起来志清是要回去找你，你到底是要去对啊？希望代志不是天像我所想安尼。正好，你即马伫咧倒位，敢有方便过来？谢子琪，你先卖几位餐厅。子琪哪会走来这？伊是约啥物人要见面？那安尼，伊是安怎要骗阮讲出来有代志？歹势，这是内底人客分我提予你的。赵一修的群众哩，我唔知影咧。即马你知影啦，为着要破坏代志的进程，你想要想一个办法。啊，赵一修卖去怀疑，啊，那不好，你都唔通后悔。真赶紧找我，什么代志？今晚无见无故，也是先卖讲出我有怀疑子琪的想法好啊。对啦，我甲四哥嘛发现工地监视器录到的画面，迄个人影真熟悉，那安尼咱分开调查。朱德柱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啊？即马叫我出去？啊，不过我准备要煮饭啊，是要安怎出去啊？好啦，我知影，我会赶紧去甲你见面，安尼会用的哦。真正足奇怪，讲要见面就要见面，拢无在顾虑别人的立场。不是要煮饭吗？我要出去哦。妈，我拄则收到迄广告讯息，讲捷运站附近的百货公司在做孕妇装的特卖会。我想去买几领孕妇装，安尼较省钱啊。妈，我先来走啊。等下，啊，你要洗的衫就等下食哦。妈，你先替我摕去后边，等下我回来才洗就好啊。我先出门啊，妈再见。迄孕妇装吼，免伤济啦，穿这几个月尔。还佫有啊，开车坐你啊。我知影。切阿丽，入门才无几工，已经敢交代我替伊做代志。我看哦，话对伊上好，啊无毋知倒一工哦，就爬来我头壳顶。妈，你回来啊！啊，这的衫你是要赶去洗，我来就好啊。不是啦，这衫是阿丽的啦。啊，伊拄则临时讲什么百货公司哦，有孕妇装的特卖会要去买啦。啊，衫等伊只哦就走出去啊。你家己摕去后边，放伊只哦，真正足歹看。好啦，
妈，你先休困一下。嗯。喂，医生，找我什么代志？今麦要跟我见面？好啦，无我跟我妈讲一声，稍等我一下哈。这是我有的，所以我想要问你，在你印象中，敢有看过阿丽穿这双衫？有，我之前有看过，阿丽有一件同款的衫。你真够变鬼变怪，慢慢慢慢出事。我来试下看。哦，啊，这个朱胜武到底是要来无？啊，若是无要来，我要走啊。敲电话问好啊。你阿婶哪会敲我？喂，姐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我听妈讲你去踅街，啊，你即摆搁来踅无？哦，对啊，啊，我无看到佮意的衫，我想讲搁踅一下，等下就转去啊。妈是烦恼讲你即摆大巴肚，一个人在外口会危险，所以我去陪你。我拄嘛知影几间啊袂歹孕妇装，无我找你去订啦。你即摆人袂倒，我去接你。姐。唔免啦，啊我已经准备要转去啊，我即马咧休困饮饮料啊，啊你唔免麻烦啊，啊就先安尼哦吼，拜拜。你看，有人来啊。是罗高雄的节奏，我等你等足久的，你有话就紧讲，我袂当出来受苦。啊，搁有，我哪有照你的话去做？你莫搁为难子琪啊！为难子琪，敢有是甲伊欢喜，甘愿要跟英雄集团来合作的呢？安尼算起来，我嘛是合作的伙伴哦。是啊。啊，你嘛好啦，无子琪伫拢没营造，嘛无可能赚大钱。你爱互子琪安排一个好的位了，伊足有经验的，伊进前伫天成建设做过总经理。啊，子琪去恁英雄集团位置应该袂输给哦。
安排位置哦。啊，是讲你有啥物资格甲我讲条件？啊，无安尼啦，规期总裁拢安尼做安尼好无？你唔通袂记咧，恁即摆弱点拢伫我的手，你个谢子琪敢来当乖乖？我知影啦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配合你。今仔日叫你来，就是爱你肯去分资料给谢主席。伊若看了，就查明啦。哇，这朱特助真正是愈看愈讨厌，为什么口气？根本就看人袂起。朱特助记得，如果伊私底下是听英雄集团的话，要来害龙门的。你放心，我有法度跳破阿丽的革命。衫拢足贵的，所以我就无买啊。阿丽，你哪只紧就转来啊？而且阁无买物件，还是讲你是约朋友见面，无去踅街啊？我哪有约什么朋友见面啊？姐，阿丽打电话给我的时阵，我毋是有甲你讲，我饮料领完，我就会转来啊。啊！你这么有闲，是安怎无甲厝内底摒扫一下？我即摆有心，有真侪代志拢袂当做。若是我会当做，我就做啊。我该做的，我都已经做啊。啊！你无应该做的，你嘛做啊。有倒一个大把倒的人，亲像你共款，规工伫外口安尼爬爬走啊。因为走路是一种运动，对宝宝真好。安尼以后我会较好生。啊！这点哦，姐姐可能永远拢无法度体会。无要紧啊，妈知影我咧讲啥，你就好啊。你顶是好啊未哈？无代志摇把草。妈，我先出去一下，来到医生卡电话给我，要我送物件去公司学习。我等下要去公司附近保养车，我送去学习的话。伊就是敲电话叫我去，无你是插什么花啊？而且头拄仔出门时阵，袂晓顺续去保养哦，搁爱专工去，你真无聊哦。啊，我送去何子秋有啥物唔对啊？迄赵医生也毋是伊个头家啊，你是安怎这么听伊个话啊？你过来，我爱，起来，我爱，放手啊！你好啊啦，卖冤的个呗，吵到厝外拢掀起来。好啦，唔好，我送去子琪就准拄煞，我去保养车，妈，我先来走。阿丽，等下，迄台车才新买，开无外久，是要保养啥？哦，因为迄油门唔是足顺的，我想讲今麦搁伫保固期，叫迄厂商哦检查较详细啦，妈，安尼较安全哦。无，我先来走。切阿丽，买车予伊开，伊毋知安怎咧驶啦。啊，开无外久哦，才去弄着，遐去开着，即摆油门阁有问题。玉信，你毋是要摕物件去公司，徛伫遐想啥？哦，无啦，无啥。安尼妈，我先出门啊。恁两个哦，
拢有空无顺，顾我完。子琪目睭哦，去互喇叭割掉，无甲一个我嫁。亚欣，有啥物物件无带？江小弟，你真是乌心肝，乌心肝呢！无你即马是有报仇甲无报啊？哟，竟然想要对我下毒手啊？安怎？要家己独吞下家财产？哦，拜托的，你妈妈欠天好无？竟然学孙浩明去对付郭佳佳，迄套摕来对付我。人孙浩明还够后生替伊担罪的，啊你嘞？你迄后生吼，无可能遐尼啊友好。啊，两个新妇吼，歹甲你扯扯对安尼就好啊啦。卢桂芬，你是占着药啊？走来阮家乱啥啊？吼，佫甲我定亲呢？凶手就是伫这间厝内，啊，就是你。我有见过。见过大家，看你还佫有甚物话通讲？啊，好佳哉吼，我这个店长吼，有影是爱乡爱民啦。我这个选民吼，对我真疼惜。知影讲我出车祸了吼，随吼，把迄天经过迄个路段的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寄来给我。啊，这就是截图，行车记录器内底记甲明明，这车牌号码、地址就是恁家。你还佫有甚物话通讲？啊，看清楚，这台车有熟悉无？啊？这台车是我买的，无唔对啊！哦，你承认啊吼？开车搞我弄的就是这台车，而且佫肇事逃逸，啊无你是甚物时阵买国产车哈？啊，我知影，一定是你预谋杀人，所以专工去买一台车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搞我做掉，才把一台车牵来报复，安尼就死无对证啊！哼，我对付你哦，刚需要遐尼成本哈。现在是七月，像你这款哦，规工安尼做口业吼，失德无公德的人哦，啊你后边唔知底偌济冤亲债主，要带你去阎罗王遐哦挂嘴子，敢需要我对付你？张秀丽，你开车搞我弄，你竟然敢安尼搞我纠缠，你哦真正是有够恶毒，你是发生哪里啊？陆冠，你创啥啦？卖安尼起卡动，就就忝的咧。我跟你讲。那台车不是我开的，是我买给阿丽开的。啥？你买车给那个口袋里孕母，叫伊开车来搞我弄？你是臭耳人多番话哦！我讲那台车是我买给阿丽的，我哪有叫伊去给你弄啊？哼，啊这口袋里孕母是开什么车？伊怎哪里倒？我找你论。喂，你是怎来搞乱计？我看哦，那是阿丽给你弄啊，一定是你家己行路无细哩。魔神啊，把你牵去跋倒去！张小丽，你免想要安抚你那代理孕母，我警告你，真正若是伊肇事逃逸，我绝对会予恁金孙你龙眼来出事。阿姐啊，哎，阿你那雄雄要举行记者会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无啦，阿就找到啊，咱工地啊，灌浆迄工去用加盐水的证据啊，而且想讲要召开记者会，请媒体朋友替咱来澄清。真实哦，阿是找到什么证据？你那拢无跟我讲啊？哎呦，落来呢，罗总裁，做点走。过因两位安半时间来参加阮公司记者会啊！歹势，啊恁龙门营造要开记者会，啊唔知甲阮英雄集团有啥物关系？铁马唔通乱放，乱放会个人怨，你知影？我了解啦，啊是安尼啦，即摆吼外边人吼拢在传讲，阮龙门营造施工的品质检验袂过，拢是因为恁英雄集团在外边放消息啦。啊！唔只今日邀请恁来啊，来做一下厘清一下，安尼对你英雄集团嘛有好的印象嘛，对不对？真正是有够好笑的。阮英雄集团是遮尼啊大，啊恁龙门营造连阮一个子公司的规模都达袂到，哪有啥物好对付？不管怎讲，我拢是罗总裁，
捌公开承认过后生咧，啊，就当作是罗总裁咧疼囝，专工来替阮徛台，安尼应该无问题啦。嘛对啦，阮总裁嘛是惊讲外口的人会误会，所以毋敢亲身行一撮。哟，啊，真正辛苦呢，啊，记者会要开始，来，请坐，好。总裁，对啦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日来参加这场记者会。今日这场记者会主要是针对龙门营造最近的内外夹击。对外有人抹黑放话，内部有人暗中变鬼，让阮工程的进度还佫有品质受到影响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龙门营造无法度经营落去。目前我已经掌握有关的证据。我保证，绝对袂让尤新林还有机会来影响龙门营造的经营品质。请问，你敢有找到什么证据，会当跟咱说明一下无？因为这有牵涉到内部的员工，所以暂时无法度公开。不公开证据，啊，恁即摆是咧搬倒去找的啊？恁开这个记者会是咧开好耍的，恁叫阮所有人来遮是要创啊？今日讲相声哦，真正是笑话人的嘴。啊，有较可笑啦，无啥物通好笑。我讲过啊，我有将有关的证据，只是牵涉到内部员工，所以无法度公开。恁无法度公开吼？我嘛无法度咧遮坐伤久啦，哈！阮遮无时间哦，听恁咧遮连宵话，歹势，先来走，行。这哪在开记者会？阿丽，你来遮。朱铁洲，请问你敢实在欢迎李小姐？不熟悉啊，但有什么代志啊？欢迎李小姐，那呢，你敢有实在朱铁洲？哈？我甲伊无熟悉呢。总裁，咱来去。朱铁洲，麻烦你看较清楚的，你敢真正无熟悉谢子琪边啊这位黄英玲小姐？我都已经跟你讲过，我无熟悉就无熟悉，当想要问几遍。走。麻烦你看较清楚诶，你敢真正无熟悉谢子琪边啊这位黄英玲小姐？我都已经跟你讲过，我无熟悉就无熟悉，当想要问几遍。走。无熟悉，一个伫咧几点钟之前才甲你讲过话啦。一个人失去记忆，还阁有话讲。若两个人同时失去记忆，安尼就较奇怪啦。啊，原来伊就是朱特助哦。我真正甲伊无熟悉啊。我去遐买物件，坐伫遐休困，啊，这位欧吉桑走来甲我搭讪。我无想要睬伊，所以我对伊无啥物印象啦。黄英玲，你哪会甲英雄集团一个东东总裁叠做讲甲袂输痴汉的啊？你讲你无想要插伊，那呢？伊提乎你的一份资料，谁让你搁收来？你明仔解释。对啊，你讲了对，我就是去拄到朱特助。所以我想讲，顺便甲朱特助拍一个招呼，因为我想讲，就算无机会当合作，嘛我歹面相看，真是无风度。我就是惊恁会乌白相，所以我才讲我甲伊无熟识啊。你真正足够傲的呢，
那恁刷了影片，我想要听看卖你有啥物讲法。时阵偷下盐水的人，伊予工地监视器翕甲清清楚楚。这个人身躯顶所穿的衫，根据我的了解，黄英玲小姐嘛有一领。我想你应该讲是撞衫哦。对啊，就是撞衫啊！一定是有人超过伊穿甲我同款的衫去做盐的啦。黄英玲。卖个讲白菜啦！这件衫就是你的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讲？我搁想讲是谁想要陷害我，原来是你哦，姐，你哪会当偷穿我的衫去倒洋？你哪会当安尼侮辱我？你无看到嫌疑犯的面，所以才敢这么大声。那呢，我只好甲拄只同款，搁予你看进一步解析的画面。这是经过专业机器解析的画面，你搁要辩解啊？还是你有相信啊？请问文小姐，你想准备安怎做？你敢是受人指使的？你想完就是出卖家己的公司。我实在是无愿意安尼讲，啊，不过我合理的怀疑，龙门营造的合伙人谢子琪，伊嘛知影这件代志，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相信你都应该袂做这种代志，对吧？阿姐，是的啊，这代志我早就已经知影。虽然讲我无伫咧灌酒的时阵参与。也唔过我无阻止阿丽，所以算开，我算是共犯，我真正对不起你。也唔过我会安尼做，拢是因为英雄集团的朱胜有威胁我。叫我超过伊破坏龙门营造的名声，所以除了掺盐水，还佫有顶届咱工地迄结棒落来的代志，嘛拢是我做的。因为只有破坏龙门营造的名声，才会英雄集团有机会去摕到东区医疗中心的标案，所以。我是内参，我真正对不起大家，我大家失望啊！这个代志袂当全部拢怪子琪，拢是迄朱特助叫阮安尼做的，拢是伊唔对。阿丽。你点？你要讲啊？我真正听无恁咧讲什么笑话呢？
啊，即马我听起来意思是讲，阮英雄集团咧威胁恁龙门营造厂。那有淡薄仔常识人拢知影啦，阮英雄集团的资产啊，大过恁歹算赔的啦。啊，要威胁恁什么？好，探索记者拢伫，我故意讲我较清楚。实际上，就是谢子琪，伊反背家己兄弟，出卖家己公司。伊清楚知影讲哦，我非常讨厌这个科长，所以伊要对我这土公无。哦，你想要了我英雄一个占一个这环境，啊，不过歹势啦。你今仔日会出卖你的兄弟，明仔载你会出卖我，我哪可能容你啊？所以你摕袂到好处，即马要跟我咬到死为止，你敢会受过鸡屁啦？何展龙。饲鸟、饲鸭、布袋，迄恁家的家内事，搞无，你家处理就好。啊，我歹势哦，对即马开始，任何人若讲到阮英雄集团的歹话，哦，我就甲你告个死不死。哼，不要闹了啦，记者朋友拢在家，安尼采访通知就送过来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！趁恁大家搁在遮吼，我要来爆料。这位就是开车弄到我，然后肇事逃逸的人。恁大家看清楚，唔通互闪去哦！一定哦，爱甲这个可恶的查某的面相翕甲清清楚楚，大家知影。阿玲，你前两天有开车弄到人？我哪有开车弄到人？这台车明明就是你的，拄只我要起来的时阵，在龙门营造的门口口看到车停伫遐，你搁要硬拗？我就讲无啊，谁讲迄车是我开的？你有啥物证据啊？拄只我甲张小丽伫来的路上，我已经甲伊讨论过啊。你迄天所有的行程，在迄个时间点，拄好开车经过迄个路，去弄到我，然后肇事逃逸，我已经去警察局备案啦。呀，带我来警察局。卢桂芬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你何必着安尼啊？咱家己私底下讲讲悄悄，看是要安怎甲你赔罪赔钱拢会，那就去警察局。我拄则已经讲过，我已经去报案。什么叫私底下讲讲悄悄，要哪赔钱赔罪？啊，无即摆是安那？这个小太妹，敢是阮家的人？伊只不过是谢子琪的细姨呢。啊！你吼趁妈无伫的时阵，母一出这尔大出，你家己吼皮都白较红。妈若转来吼，伊绝对无可能允准社家有大母细这款代志发生。行，跟我来警察局。我，你放手，你放。妈，我唔是超工的啦，而且迄卢桂芬根本就无代志啊，伊一定是想要做助跑姐，超到伊卡油，所以才加做倒伫遐，互我了准讲我去弄着伊。妈，我真正不是跳高的。小太妹，你搁真够傲呢，白拢会当让你傲作乌的。你塞车弄到人肇事逃逸，这是属实的。我有影片拿证证。行，你免白改，我来警察局。我不会。你肇事逃逸，你搁敢拍人呢？你真是已经嘛是安那哈，狐狸真大尾啊！你可惜有张小弟让你控，真正够乖的你。气笑。我卢桂芬是你拍的，是无？哈！小花，别拍啦，妈！妈，你拍我呢？别勒啦！别勒！太狂了！总裁，真正真实嘞，拢是我一时无注意，才会去用抓到弱点。本来是会当用这肇事逃逸的物件来威胁谢子琪啦，啊！啊，哪知影卢桂芬即摆有相片，安尼谢子琪就变成无效的死棋。重点是罗桂芬，伊哪有在条摕这相片啊？感觉又搁是伊心比人好伊个哦。看起来志云真正有可能是叫罗文凯藏起来。
我已经等你真久啊，等你搁见面啊。 你是谁？我叫做叶春英，叶英春是你的精神，叶春英是你的精神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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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大雷，我要去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把这神秘人斗对一下。你去哪？冲啥？人生风，点在乎。